飞镖其实我玩的不是很灵。朝这儿扔，既然你刚才亮了一手，我就有安全感，看你敢不敢扔了。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，那我就只有换到左手才不会让你失望了。站好了，来吧。哟，还真不错啊。玩够了吗？玩够就跟我回去。你急什么？我还没出刀呢。真佩服你，目光凌厉还用左手，我就不一样了，近视散光，手还抖，而且我从来不会玩飞镖。那你不认输就行了。输？我汤小米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再说了，咱们比的又不是准心。那我们比什么？咱们比的是胆量。左伦，你千万别躲开啊，你躲开可就输了。哎，左伦，我等会儿万一扎到你的鼻子眼睛，你千万别怪我。咱们愿赌服输，要是我输了，我一定跟你回去，绝对不跑了。哎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用左手，我不占你便宜。还没出去呢，你就躲，输了吧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后会有期。啊！小林，放我下来！你流氓！我流氓，我在。混蛋！别动！林先生，请你在哪位？我找你们米兰副旅长。别动！你在跟前了吗？我没在。放屁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们米兰副旅长的女儿。放开我！左伦，我再次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给我闭嘴！你根本就是个混蛋！小伙子。我女儿没把你怎么样，没怎么样，我根本不认识她，她是我路上不幸碰到的。哎，老汤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快揍他！揍他！你一个人把他扛回来的？哎呦，小伙子，你挺棒的，嗯，不错。哎，老汤，你到底是哪头的？坐下。叔叔阿姨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？你给我停停停！你给我打住！这小伙子挺棒的啊！他根本就是个无赖，算个倒霉。小米，有的时候我们得面对现实啊啊！你说别人是个无赖？你让我帮你，那我怎么帮你啊？哎，老汤算是帮不了我了。汤小米，面对米兰，老汤永远都没变。不可能，我不想睡。谁让我们今天在米兰的底牌上？客场作战，胜算渺茫啊！我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这孩子非得当兵吗？我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点分量都没有吗？你有意见吗？你有办法吗？我当然有办法。那我听你的。把东西给我放下。好的。
孩子，保重啊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坐下说啊。来，别紧张，你说吧。嗯，那个首长，我不要推荐信了，我有个别的请求。别的请求？那你说。嗯，别让小米当兵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嗯，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兵，又被我送进来，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孩子，他要是像你这么懂事就好了。您别这么说。你看，这样吧，让不让小米当兵，我不决定，由他自己吧。嗯，一会儿呢，你把他带走，阿姨想让你和他待几天，你看行吗？我吗？我是觉得哈，小米现在当不当兵不重要，最重要的，我是想让他尽快的长大。你看你的经历和你的阅历，我觉得对他都会有影响的，所以我想让你跟他待几天。首长，不要叫我首长，叫我阿姨好吗？还是叫首长吧。推荐信我给你写好了，你随时都可以来拿。我不管你什么原因想当兵，阿姨都希望你能如愿啊。嗯，孩子，你自信一点，其实你很棒的。走，阿姨送你。首长让你跟他走，首长想见你。是真的，你们首长是个女的，她亲口跟我说的。你是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救过你。那别问了，快走吧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带你离开这儿。这么了解我？我不了解你，我只是觉得我对不住你。你不想来这儿，我不了解情况，就错把你送到这儿来，所以。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把卫兵都给蒙了。靠谱，我喜欢你这样的人。走。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。不对，让我分析分析。小米，你和你妈好奇怪啊，她为什么要抓你？她像我妈吗？像啊。我不知道，她不就是你妈吗？她说你就信啊，抓我跟抓贼似的，还把我关起来。你要再晚点来，指不定我又少胳膊少腿喽。行了行了，是我妈，不过我跟她不熟，没办法，玩不到一块去。我听不懂，小米，其实你被抓也是因为我你才进来的，所以你就来救我。马大风，你真仗义，你真是我见过最靠谱的人。我不能让你白冒险，说吧，我可以报答你点什么。别别别，小米，我就是弥补一下自己的错误。那不行，必须想，赶紧想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哎呀，小米，你别闹了，我还得赶紧回家呢。你着什么急呀？
我娘还不知道我回来了，再晚点她肯定自己就去买菜做饭去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帮她。买菜做饭这个行，我有钱。妈咪，不是，我是想去山里采点野蘑菇回去包饺子吃。哦，你家在哪儿？晚了山路不好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等等，你刚刚说采蘑菇？对啊，山上的蘑菇可多了，回去剁馅包饺子可好吃了。好啊，你马大风，你想赶我走自己去包饺子，这么好玩的事儿必须带上我。小米，我没有要赶你走，就是山上采的蘑菇怕你看不上。必须看得上，我还没自己亲自采过蘑菇呢，外面那些蘑菇都不可靠，今天要亲自来包饺子。哎呦，哎，马大风，我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你必须答应我。什么事儿啊？请你带我去采蘑菇，请你带我去你家吃饺子。好好好，我们去采蘑菇，山里的野蘑菇种类可多了，都采都采，每一样都采一点。走喽，小米快点儿。